作嘛，那能被放在专辑里面当主打歌，其实自己很开心很兴奋，所以就是一直得到很多很好的回应，所以我还蛮开心，因为我自己很怕第一首创作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。啊哈，这个故事是什么样的灵感之下写出来的呢？什么样的灵感呢？其实也没有了，就是在一个人夜深人静的时候，突然有了感觉，就把它写下来。哦，就那个 feel， 所以现在请大家一定要那个 feel 来听这首歌曲，好不好？来听宇哲所带来的《灰色裸体》。谢谢。失去。